我听说去了籽的草莓会更好吃。米饭里加入沙拉酱、海苔，搅拌均匀，这样捏成饭团不容易散。芝士片对半切开，铺在培根上，把饭团卷起来，可以用牙签固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下锅煎了。煎的时候每一面都要照顾到，把中间的芝士煎到融化。草莓切丁，加一点白糖拌匀，再加一点冰糖，熬成这样的亮红色。到了喜欢的杯子里，把果酱抹在杯壁上，倒入牛奶，是不是贼好看？饭团也煎好啦，融化的芝士紧紧地包裹着饭团，最外面的培根咸香中带着点酥脆，每一口咬下去都特别的满足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